来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咱国军第一梯做一档的义务役，伫经过要两个月的训练了后，这礼拜是来进行检测。今仔日透过机关枪、甲炸药等等的武器来模拟战场的环境，或者国军会当练习克服压力。只要完成检测，就当摕到结婚证书。逐个月是加领10,800块，若准无合格，就要加留一礼拜来进行补课。甚至飞来飞去，模仿战场环境，一人模仿讲发挥平常时训练成果，大家分工合作演练爆炸指挥，完成战场的救护。头尾一年级级毕业，2226梯全台有655名一人，一月25、25展开8礼拜入伍的训练。成功岭野区这礼拜进行5天的基本检测，验证一人生活都正式合格，无清兵。20次检测第3天，也是上个主要项目，震撼教育。一人两个人一组，互相抹3种色滴的伪装膏，完成攻击前的准备，接到指令展开震撼教育。炸机枪、空包弹、引导 TNT 炸药，现场四个拢是烟雾，真有战争的感觉。一人挂防毒面具，克服高压甲紧张的情绪，完成战场救护攻击前进。爬过起高，爬过阻挡网啊，顺利完成测验的一人，讲甲电影内底半个差真多。电影还是没有办法演绎出真正战场上的那种会带让人带来那种震撼感及那种嘈杂的声音啊，那种压力，也有上相关那种怎么克服压力的一些课程，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可以接受。一年级义务役的身份基本测验，有走3000公尺、百腰健身、气球榴弹、3天2夜行军等，也够上重要的实弹射击。即个项目无合格，测验总成绩就判定无及格，所以大幅增加实弹射击发数到160发，提升一连射击的稳定度。欢迎在成绩顶面3控2入合格率达到95%。转服自愿役宪，然后加入宪兵队。那为什么加入宪兵？是因为我对于近战格斗非常喜欢，然后此外也对军人这个职业非常的向往，能够保家卫国是我一份的荣幸。目前的测验的这个完测率跟完成度其实都蛮高的，那我们后续会针对不足的部分，我们会再持续实施检讨。国军推动兵役改革，参考各国加美军训练项目，外界也大大来检视头批义务役训练成效。陆军讲一人表现良好，继续分发部队负担战备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